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陶傑、馮知貞。我知道陶先生就不是很想讲很多香港的政治问题，但是我去到最后都要代一些香港的网友啊、听众啊，甚至乎听我们身边入面的一些投资者啊、财团啊，那些都是有一个问题是要问陶先生的。下年三月特首选举其实真的每一次都是令到我们的香港人啊，尤其是商界很担心。究竟我们这个时候要站哪边都好嘛。你想想我们以前发觉即是当这个唐英年出来选的时候，大家很早已经开始想着了，我们是不是大仔要去这个特首度，二仔就要去第二个特首度。甚至乎我们去到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又有一些财团去了胡须度，有些第二些财团就去了林太度。今日三月特首选举了，喂，我们见不到有第二个 option 出来，而特首自己讲都是说他会一直担任第五任行政长官去到六月三十号，期间处理的事都要由他本人处理。喂，看来没得选择。你刚才讲这番说话不是证明现在港人治港就已死咯，是吗？你讲得很啱啊。不过我想提醒你，基本法那个宪政呢是规定呢明年的三月呢是一定要有特首选举的，一定要举办的。不举行呢是违反基本法的。啱啱啊。好啦，如果你三月要选特首呢，你而家是时间不够的。个人选要出来的，人家美国都是啦。共和党党内第一轮初选几时要出，初选西选哪个出来，你是有个时间表的。如果你真的有港人治港，你不需要你上面什么面色啊、打听啊，你大可以十一月呢各路财团又好、板块老共、土共啊、咩嗰啲咩爱国咩又好，系咪？你自己可以出嚟热身噶。你譬如话你曾玉成可以出嚟热身噶，系咪？陈茂波都可以出嚟热身噶。如果呢个真系港人治港、高度治，因为而家已经 DQ 晒嗰啲反中乱港嗰啲啦嘛，据说所谓系咪？啱唔啱啊？而家你出嚟你热身嗰啲一定唔会系啊，啊嗰啲咩何俊仁啊？或者呢个叫梁家杰噶啦嘛，剩翻嗰啲你系完全有权系出嚟热身噶嘛，甚至唐英年而家可以讲，我而家想翻医，我而家想做啦，我过得四年，我个人大个仔啦，我觉得成熟啦，都得噶。咁你照你头先所讲，而家冇一个人够胆出嚟，仲要望上边等上边嘅意思，系咪？喂，你等咗上边嘅意思，咪即系以后。边个出嚟做特首都是上边下令，同埋上边要佢做乜就做乜咯。咁边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系咪啊？呢个好明显嘅问题啊，系咪？你唔需要噶嘛？你可以自己出。你话我知，你话后边嗰啲大财团咩？咁你大财团揾代理人，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系天公地道嘅。你而家美国，你而家拜登后边有财团。共和党当时的川普又有财团，拜登后面的财团就华尔街、直谷、IT， 现在共和党后面的财团就石油帮、军火商，甚至是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呢开这个叫金沙后面那个犹太人、那个赌业集团。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定会有权和钱是有某种合法和合理的结合的。你刚才说现在的财团个个都害怕，不敢找自己的人。那香港你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请问怎样营运下去？你是不是下次是现在是不是怕就来清算啊，就来叫平均财富平均分配。当你上面没有指示没有迹象的时候，你自己要敢于走出来，是用你领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做你应该做的事嘛，是吧？
是如果你话要即系大家拣，咁梗系拣啦。即系可能我哋都可以揾啲人出嚟。喂，但系咧，阿陶生，可能今次咧，我哋下一届揾咧，都系揾个女士比较好啲。你睇下近排内地成日所有男士都出桃色风暴，嗱，拣个女士起码唔会变王力宏咁样啊。嗱，拣女士系咪好多先？如果要拣，咪得翻阿太咯，咁几好啊！首先你的纠正你呢，你刚才那番判断假设是有性别歧视啊你是假设呢你是假设只是男人呢才会四出狩猎，而女性呢是男人床上的猎物，你知不知道？女人呢都可以好色色的，你知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最近大陆揭发一个女官呢，她有成几十件这些鸭仔面首吗？啱嘛，喺大陆喺呢方面系好开放，系嘛？啱唔啱？系。咁所以咧，你话 下一任到底上边系咪见过鬼怕黑，唔够胆再搵个女人啊？定系我偏偏唔信邪，我就整多个中年女人咧？咁啊，另一回事。嗯。啊，但系你唔可以话喂女人咧就冇性丑闻啊，女人有时啊。在这方面的攻击性更加强，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我们都不是讲个女士还是男士，讲走势问题嘛。喂，近排女士当王，你有没有看过？是当王，你有没有看过张小娴？哦，张小娴有句名言嘛，啱唔啱？如果我对你，如果你对我有兴趣，我对你没兴趣，麻烦你走开。如果我对你有兴趣，你不用性骚扰我，我会性骚扰你。这个是张小娴的名言，是二十几年前已经这样说。你知道女性和男性在这方面有同样的主导权，这个是平权，是 gender studies 里面一个我认为一个很重大的题目。是而家何止平权啦、啊、其实甚至乎我哋讲緊喺人民支持上面，你见到王力宏个而家前妻啦，叫做喂非常之大支持、啊、做文章都做得好好添、啊。首先王力宏而家个名呢喺成个大陆就臭晒。最新嘅统计系呢几日大陆嗰啲微信定咩发帖提到王力宏批判嘅呢系有30亿条之多。一个13亿人口嘅国家。平均每人就插了王力宏两至三次，连那些文盲啊、老人痴呆瞓喺度流口水啊、癌症末期嗰啲计埋，系咪？咁呢个咧就系、是、好明显咧，就系、是、后边啊，佢有一个生态咧，就系、是、要你王力宏死啫，啱唔啱啊？所以我认为啊，一啲 KOL 又好参与去讨论。王力宏同佢老婆谁是谁非，你已经中咗计，因为呢件事尤其系佢老婆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理你啊，个身为女家你咁多年啊，系咁冤屈啊，定系咩？你将呢件事，你将你老公啲嘢喺个网络咁引爆，你已经成为政治工具，同埋你老，同埋咧，你已经将你老公系变咗个政治牺牲品，然后咧，大陆啲人。疯狂参与咧，去讨论同批判。咁我问你，留低晒呢啲白纸黑字嘅记录，你三个年幼嘅仔女将来大个咗，睇咗有何感想？系咪啊？所以对于王力宏呢啲嘢，一个有品味同埋有常识嘅人咧，系唔会参与详细讨论。哇！攞住佢封佢条女嗰个老婆封信，逐句逐句嚟抡啊！呢啲系无聊嘅行为。你參與咧，你已經係低端，你已經係低端人之一，知唔知啊？然後喺個群組度咧，每日嘥一個鐘頭喺度話：哇，呢個啱啊，嗰個唔啱啊！一邊就係、是、就係、是、王力宏，王力宏個老婆嗰李咩女啊？李一係靚女，一係讀正女，兩個讀法都得。啊，靚女啊！一係你就靚女黨，一係就力宏幫，由兩邊咧就扯開陣勢咧，又好似一邊藍一邊黃。然后咧喺个屋企嘅树，无论你系台北定系香港定系温哥华，喺张台嗰度又分开两派，然后咧展开口水战，你无唔无聊啲啊？吓、啊，喂大佬，你嗰阵时你睇胡适啊，嗰阵时啊就叫啲中国人唔好打麻将，
他说你打麻雀呢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我说现在喂大佬讲来都是沉啦，啱唔啱？ Who cares？ 乜就算系咗约炮，个个城市咁又点啫？啱唔啱？佢喂强奸又唔同啊，咁佢冇强奸啊嘛。讲到尾就系咪强奸？嗯，哦系衰仔，系衰，系渣男。咁呢个圈个个都系咁噶啦。咁我要反问一句啊，仲有系喺荷里活嘅 Tom Cruise 有冇结过几次婚？有。Brad Pitt有冇结过几次婚？有。而家呢啲 Justin Bieber 有冇玩女？有冇食大麻？太多。有冇上歌迷？你见唔见嗰啲前妻同埋俾佢玩过嗰啲喺英语世界嘅网络去爆佢嗰啲嘢？点解人哋英语文明世界嘅网络冇呢种生态？嗯。点解净系你中华文嗰度有？嗯。系嘛？你觉唔觉得恐唔恐怖？我而家唔系话阿王力宏系好人，佢系咪渣男？系，喂，呢个行业里面大把啦，我一早话咗噶啦。你听我讲 Me Too 嗰时候，攞咗牌噶嘛，男又得，女又得，因为呢个行业三更贫五更富，全部系靠翻张面皮揾食，系咪？一炒咧，你就劈劈埋一边，变咗曹达华或者张英，到老嗰阵时候就做行当。咁佢趁自己红。在一个大陆个账光咁多钱，就梗系取到尽噶啦，系嘛？有咩surprising 咧？有乜嘢值得惊奇？甚至佢老婆，喂，你老婆你嫁佢，你当初有眼无珠啫，啱唔啱啊？嗯，喂，唔系啊，都 surprise， 不过 surprise 就唔系阿王力宏定系佢太太谁是谁非，而系点解呢个华人社会咁中意讲呢啲三姑六婆嘅说话？嗱，我哋广告翻嚟一齐分析啊！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陶杰、冯之正。剛才陶先生就讲了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见到王力宏和太太结婚离婚的东西好像变成三姑六婆，然后大家互相讨论一番，就讨论了三四日。但是就亦都处理得非常之不是那么好看。但相较之下，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年大概一个月至两个月之前，英国的著名的歌手 Adele 就出了一只新碟叫做 30s， 就是讲他三十零岁的时候出的这只碟。整只歌就是围绕住，或者整只碟就是围绕住 Adele 由他跟老公相爱，跟住然后生了个仔，跟住之后离婚。人家将整个离婚就变成了整套乐曲变成只碟咁样攞出街，喂，讲得好好噶，亦都系好完美、好浪漫，讲紧自己心路历程，咁啊，亦都变成一个艺术作品。哇，点解净系华人社会咁中意将呢啲人哋家事变成一个即系嘴上嘅谈吐嘅嘢咧？陶生，首先呢个西方文明咧冇你呢个基因 ，OK？ 呢个第二咧，人哋系一个自由世界，系有呢个创意同想象力。第三，人哋唔需要好似你呢啲社会日日喺度讲要正能量啊，要正能量啊！一个嗰把口将正能量三个字越挂喺口边越多嘅国家、民族或者社会咧，你可想而知系最多负能量。佢天生系一个深不可测嘅柏杨化，真系将光嚟嘅，知唔知啊？嗯。咁人哋咧，同埋人哋嘅脑筋灵活，既然发生咗家庭不幸嘅事。你而家將佢公開俾全民公審自己嘅前夫，固然你可以咧係發泄一個棄婦嘅仇恨，又或者咧，我覺得我攞唔到嗰一半身家，用呢樣嘢嚟逼脅你，你係用咧三十億條啊中國人嗰啲網絡嘅短信咧，係不惜咧係造成大量嘅文字記錄，傷害你將來三個年幼子女成長嘅健康咧。你都要怼冧呢个咁嘅超级渣男？喂，呢啲系咩心理嚟嘅？啱唔啱啊？系嘛？好啦，呢个第一，第二，你今日林郑啊获得呢个佢个上级一番咁嘅说话，今晚喺个中环嗰啲 A O 嗰啲精英又揸住嗰段习近平嘅讲话，逐句逐句嚟论，
在啲群组又问啊，呢句又点讲喎？嗰句又冇咗咁样样。每一个人你用半个钟头去讨论林郑得到嘅呢番评论嘅字里行间系咩意思？另外，每一个人又用两个钟头系去讨论王力宏两公婆谁是谁非啊，上一个网瘾去倾呢啲。你每一日冇咗两个半钟头，呢两个半钟头如果你用嚟学下日文、学下法文，用嚟练下钢琴，用嚟睇下书，你每日悭翻呢两个半钟头，对于你自己充实知识同埋提高你个人品味修养有几大建设性咧？嗯，啱唔啱？所以咧，你问我王力宏，因为我唔知细节噶。喂，我有啲群组喺度话喺度拗噶，系嘛？知唔知啊？咁我唔参与，我即刻退出咗几个。你唔好骚扰啊！眼不见为净，因为我而家喺西方文明国家，对唔住，我周围啲人咧系揸住本书喺度睇，我都系啊，啱唔啱啊？你喺伦敦啊呢啲坐地铁有度好啊，系冇 WiFi 啊，因为哇落后啊，冇 WiFi 冇咯，个个都揸住本书喺度睇啊。咁你话有冇副作用啊？有，万一个地铁嗰度又系恐袭，你冇 WiFi 嗰个手机打唔到999。啊，咁到嗰阵时先算。凡事有一弊就必有咧一利，系嘛？嗯，系嘛？喂，咁啊，小个世界系有不同嘅观点与角度。OK， 啊，做人咧要追求高尚嘅趣味，唔好去逐臭周围啲人个个喺度讲，你惊冇话题，听日同乜阿太师奶校友聚会咧，就惊变咗格格不入，系嘛？俾人歧视。咁你要分享呢种文化咧，你尽管你就留低喺嗰个世界啦，冇问题啊！呢啲系你个选择。系啊，不过讲开又讲啊，你讲得啱啊！真系如果我哋睇完李靓蕾嗰篇文章，净系睇万字文，跟住然后再去每日睇下边一个王力宏爸爸回应啊，大家回应嘅时候，近排计下埋单计落，真系一日唔见咗两个钟头。你嘥咗几多少？系一个人咧。每个人都是24小时，十日咧就系240小时，100日是2300-400小时，一年咧就大约是7000-8000个钟头，十年咧系大约是 under 100,000个钟头。OK， 嗯，唔系好多个钟头嘅啫，你喺里边用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度 search 王力宏以前边只歌红啊，佢个老婆嗰篇嘢点写？喂，你自己喺度虚耗紧你嗰个平庸嘅光阴，人嘅一生好多已经够平庸啦。系啊，你加埋入去咧，逐臭咧，即系你系一个粪坑里边变咗一条嘴虫啦。你力盏会令到一个人生更加无意义。冇错冇错，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咁多时间，就不如真系讨论翻啲有意义嘅嘢。咁啊，听日翻嚟继续啦。